来给主持人来给咱恭迎，嘛是咱千顺将军哦，莅临着咱孟家桃宝厝青年宫。来自北港朝天宫，天上圣庙，咱驾乘牛山吼，嘛来到着咱的现场。来啊，伫咱的现场，嘛非常多。来自咱天上圣庙妈祖娘娘，啊，咱所有信徒罗哈。今仔日咱非常特别，咱来自咱家桃宝厝青年宫，特别。
信徒朋友，大家记得帽子拿下来，帽子给我们扣下来。哦，有戴帽子，来，有戴帽子，麻烦我们信徒朋友，大家哦，帽子记得拿下来哈。哈，让给他的信徒朋友，哦，咱专心专教底就可以了哈。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谢谢。